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31号，我们来到那个大哥这个花生基地。咱种花生有多少亩？种花生用巧克力4-5千亩吧，头一年用。感觉巧克力效果怎么样？现在来看呢，是效果相当不错，明显。体现在一个叶片厚。叶片厚，黑绿哈。就是主要的效果。现在上山一看哈，都能看出来。不过巧克力的低。和高超粒粒两个样了，对对对，就是咱们的那个黑绿啊，然后那个秧子还壮，叶片大，然后就是没用过的，颜色一看能瞅出来啊，那个美方，就是咱们当时用的时候是，怎么用的？做底肥用的吗？做底肥，每亩加20斤，真正进去的，啊，放到里面，然后在那个就是种咱们的那花生就可以了，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哈，方便啊，效果咱们也能看见，我领你上往山上的地，那我们去看一看，行，那行行，好好。刚才我们从那个山下边来到上边了，这样的话就看一下咱们这个没有喷矮杖素的现在长势，就是个叶片呢，包括咱们那个长势，整体长势都非常好，而且不上病是吧，老板？几乎来说，你看啊，没有黄叶，没有什么毛病。几个别的是打药打的，这边是咱们的，就长势非常好，包括叶片啊，包括那个植株的健壮程度都非常好，而且非常好，不爱得病。那边就是别家没用过的，没用过了。刚才咱们那个。拔了几颗，咱再对比一下。咱们再比一下，就是同时就是种的话，时间应该时间上下。时间上下是一样的。这个是他们别人没用巧克力的。这个是咱们用巧克力的。看看这个梗，自梗哈。看看。差多少？对。这个呢，就是那个我最不好的地，重差5年。最不抗干旱的地，今年长势，看不出来是最不好的地了。对了，就是可以达到，就是说正常地了。对，以前的话是不起苗是怎么着？咱那块地，那块地干旱不起苗，没有产量。那今年这一看，就是我们从这儿也拔了，从这儿，这不都一样了吗？跟好地是一样的。跟好地一样了。你看这个根系，你看这个毛细根，对，每一颗都是毛细根都这么粗。咱们就是用手薅出来的，你看它这个根系，就不行了。对，都一个竹根，旁边的毛细杆小胡子，太小。这个都一样，它就，你看，扎这个多好。对，根好了以后吸收太好，产量肯定没问题了。今年呢，用这个巧克力相当满意，是吧？总面积的话，将近1万亩。将近1万亩。这样的话，明年肯定没问题了，都用。肯定了。就是我们的投入成本的话，跟那没用巧克力的成本是一样的吧？对，那就是按它价来说它比咱高。哦，比咱还高。比咱高。哦，但是效果还没咱们好。它效果现在看来现在涨了。肯定我们巧克力也不会让老板失望的。哎呦，我们那个巧克力今天，所以我们感谢大哥对我们的支持。好，谢谢。